接下来是我们本周最后一组学员接受考核，新生请指教，沈阳音乐学院换组合。我们的想法就是一张嘴就能吸引住人家的眼球。喂喂喂喂喂。 我想要先听听你们唱一些歌曲，是跟你上一次的风格完全两回事，给我听听看。狼烟风沙口，爱情将军笑饮酒。我都跟你说，不要太过打仗啊、沧桑啊、张军啊、勇士啊，都是那个感觉那个范儿。 太难了，不是小哥，太费劲，真的，一点想法都没有，就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你找一个点变，然后把你本身的光彩放在里头，那这样就好了。我觉得吧，可以唱平时不是特别拿手的，有挑战性的一些。那些花儿怎么样？唱来听听看嘛。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。哎，我觉得很好哎。对我俩来说挺难的，因为我们俩平时都是属于独唱，自己唱自己的那种，也不会和。就是，还是挑战太大了。对，任务太艰巨了。